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皮肤，这个是栀子花，超级香，放了一整天了，就是，没有早上那么新鲜，就用它吧。先把头发扎起来，今天呢是比较想把头发扎在这边吧，找一个皮筋。还是用这个买菜的皮筋比较接地气。栀子花真的超级香，但就是放了一整天了，但也没事。先用一个小皮筋，先把它扎一下。这样子可以吧？新皮肤就做好了，快给它取个名字吧。